这是今天发的视频，发了2个小西瓜啊。今天挺有意思，是在发视频的时候，那个女士，她年龄比较大了，比较瘦的一个白人女士，她那个一下子就把那个西瓜掉地下摔碎一个啊，她吓了一跳。然后边上一个女的说：“That's okay, that's okay。”那段也没录啊，我们当时领视频的时候没有拿手机啊，给我发了2个西瓜，2个小西瓜还行吧，就当喝水了。发了一大盒鸡蛋啊，这是大盒鸡蛋啊。3618大号的这种大盒的还有点凉，日期呢是到9月7号，September the seventh，9月7号。然后呢还有这个哈密瓜，这个哈密瓜啊叫甜瓜吧啊，这个这种我比较喜欢吃，比较省事儿嘛，切开就能吃。黄瓜也比较喜欢，黄瓜也是直接就吃，菜花反正有点麻烦，还得洗什么的。菜花一个，然后呢还有一些是。西芹，桃，还有什么梨，是吧？桃我也比较喜欢桃啊，桃比较喜欢。苹果我好久没吃了，苹果有点干啊，有点现在口味也有点刁钻了。这个桃哪产的？Ripen，ready，熟了，准备好了啊。然后啊。然后还有啥？还有什么？圆葱，圆葱我就一会儿给它放在地铁口吧。圆葱，圆葱我单拿出来。圆葱啊，我的圆葱太多了，好久没吃圆葱了，有慢慢就坏掉了啊，所以我就直接给它放在地铁口吧。啊，这样比较负责任一点啊。这个桃拿出来啊，西芹呢？西芹吃不吃呢？西芹也不想吃，西芹也放在地铁口吗？西芹。哎，没时间吃啊！现在就是每天一堆事儿啊。我把它分出来，这个梨也放到地铁口吧。梨也不要了啊，因为扔到别的地方就有点不负责任了。扔到别的地方，就会当成垃圾处理了。放到地铁口呢，会有人拿啊。这个梨还有叶呢啊，还有这个树叶呢，挺新鲜，是吧？桃吃。所以说我今天我看看啊，圆葱和梨放在地铁口，这个西芹也放地铁口嘛。西芹也好久没吃了，以前那个西芹都，哎，不吃都坏掉了，都扔掉了。昨天就扔了一堆菜啊，好吧，这是今天发的视频啊，还不错。没有牛奶还挺好啊，牛奶太多了，啥东西多就不想吃哈、啊。好了，再见了，拜拜，表示感谢啊，表示感谢啊，哎。就是这样，东西多了就不想吃了。